今天哪个最好吃？哪个都好吃。哪个最好吃？哪个最好吃？你这最好吃。巧克力的。嗯。你好。你。哎呦，惠子姐。哎，你不是那个王阳一的哥们儿，李迪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还记得我？嗯。哎，你来了。 他早就给你做好了，等我一下啊。给，冰淇淋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要吃什么？老规矩，分一半就行。 齐了，上车吧。再等等，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这不来了吗？ 来吧，开启我们的露营之旅。你们怎么那么嗨呢？嗨起来呀！差点音乐，这回行了。 我找这地方，就在这山坳里，一风，外面都是海，倍儿漂亮。帐篷一支，烧烤架一放，哎，惬意。怎么样，小雨？小雨？啊？什么？哦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就问问你，你渴不渴要不要喝水啊？啊，不喝，谢谢。那你渴了告诉我啊。 我这有水，谢谢。对对，你也来一瓶啊。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一直都特别臭美。以前啊，每次去球场之前，都花半个小时搞头发，然后抹一堆油，结果打完球之后就跟被驴舔过一样。经常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也不知道他臭美给谁看呢。谁说就是大老爷们儿？ 还有你吧！哎，你什么呀？我没见过呀！你用得着搞这些吗？搞得王晨峰一直盯着他头发看，球都没接着，直接扑到他身上，两个人深情相拥，那场景，真的假的？嗯。哎，不是，王晨峰那回可不是奔着我的发型。你开窗户干嘛呀？热了。哦，那我开空调。 是他们那个队友输不起，所以让我。我不是开空调了吗？你又开窗户干嘛呀？看风景。
他输不起，所以让王晨峰故意犯规罪。你不吹的慌吗？不吹。